鸡腿。妈妈，你都胖成啥样了？我都那么难受的，你给我吃这一口呗。自己拿着。你自己拿着吃啊！我喜欢吃小鸡腿，不想吃大。吃吧。嗯。多香啊，这个鸡腿啊！妈妈来擦擦嘴，你吃点小嘴吃的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女儿是胃酸大冠军。嗯，小朋友，请到五号。五号来，等等。啊？妈妈。嗯。你蘸着这个吃啊。嗯。我以为我尝着这个大蒜好吃不？嗯，可辣了。哦哦哦。我们街上好吃呀，我们。嗯，不好吃。好吃些。嗯。哎，好吃是多吃点。好，最后一个啊。哈。嗯。不要了。你家有这样贴心的小棉袄吗？多贴心。吃蒜不吃碗，吃啥啥样饭？行吗，爸爸？妈妈好吃不？好吃。